我是影评人张彦拓。 Lucy 不只是一部科幻冒险片，也是一部讲生死存在的目的的哲学电影，而且这是一部在台北拍的科幻片，所以怎么能错过呢？法国名导卢贝松首度来台取景，推出科幻哲学强片 Lucy。 台北的观众去看 Lucy 一定都会有非常强大的亲切感，而且又会有很惊喜的感觉。它光是台北101桃园机场的商店街啊，汀州路上的那个三种院区啊，三军总医院，很国际化的或者是很庶民化的地方。I have access to 28% of my cerebral capacity. I can feel every living thing. 但是到后面，其实他真正想要呈现的是，譬如人类的起源啦，或者是生命存在的意义啦，或者是细胞的生存，甚至是时间等等的，这些还蛮哲学性的一个东西。异想世界本周为您分享导演卢贝松的最新力作 Lucy。 8月22号下午5点半，晚上10点半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